我觉得村长你太厉害了，你根本就是我的好朋友。小心别切到手，要不你的手就流血了。谢谢宝贝儿，我会小心的。小心别烫到手。好，没事，来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身上流血了。嗯，我不要你啊，这个鞋子。嗯。没事，姐，我手出血了，我就放不了了。痛，你要死了吗？不会，我还有一口气。创可贴好，我有，我不是我没有。快来！我能给你沾一点这个弄，我帮他弄。这里有，对，疼吗？要说啊。